买四个萝卜，切吧切吧多了，加四个豆腐，咕嘟咕嘟吧。没有花椒大料的地上挤的醋吧，酸吧辣鸡一起喝了吧。你看谁来了，迎来大来宾柏林。我这个人呢特别聪明，王芳的气场特别强大，你沾了很多光，你再强大你也不行。你人缘差吗？你说我就这个条件能差吗？你看你看惊喜嘉宾悉数亮相，欢笑不停，美得天下无双。我说你不去我就没法去啊，你说必须带爱人来，他说你带别人去吧。柏林老师这么多年我跟他约的任何事儿，他从来就没有少约过。面对好友的精彩爆料，他将如何接招？这个人今后就少来了。你看没到心里，他这套手洗的糊涂乱七八糟，蜜蕊都好。有点羊肉啊，有点花生米，拍个黄瓜。那是你舍不得花钱呢。真是，你说不好意思，家里都挺稳定的。不好意思，家里都挺稳定的。当终极神秘嘉宾走出大门，又会带来怎样独一无二的故事呢？这个我哥刚才夸我，我觉得这个相比之下，我哥这智商稍低一点，是吧？别告诉他爸怎么，你把这吃了不远？不行，这奶奶要这不行，我回头我告诉你。你看谁来了？本期大来宾，柏林。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《你看谁来了》的节目现场。有请王芳、王维念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《你看谁来了》的节目现场，欢迎大家！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演员，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他。1994年，由他本人创作与徒弟洛桑合演的《洛桑学艺》系列红遍大江南北。嗯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还得要靠后啊。而多才多艺的他，唱歌、乐器、演戏，样样精通。也浓也手挽手，气象前楼喂，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明天比呀比米天喽。既然这样，这只鸡你就留着。孩子不懂事儿，您多担待。至于比试，还是等鸡王大赛再说吧。哎，这。这斗鸡斗鸡，虽然斗字在前，可不是为了斗。而今日做客《你看谁来了》，会带来怎样独一无二的故事？又会有哪些好友为他而来呢？掌声有请柏林。